昨天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外交部长王毅应约同菲律宾外长马达罗通电话。王毅外长指出，当前中非关系面临严重困难，根源在于菲方改变了迄今的政策立场，背弃了自己作出的承诺，不断在海上挑衅滋事，损害中方的正当合法权利。中非关系已站在十字路口，面临何去何从的选择，菲方务必要慎重行事。 对于同周边邻国存在的海上争议，中方立场是一贯明确的，没有任何变化。中方坚持通过对话协商，妥善管控争议的立场没有变。和菲方已到落实好双方以往达成的谅解和共识的态度没有变。同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东盟国家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政策没有变。当然，中方维护自身主权和正当权益的决心。 也不会变。希望菲方理智抉择，遵循邻里相处的有效之道，和中方一道妥善处理和管控好当前海上局势。中国经济在2024年将保持良好增长。